Round one， 给你找一全职保姆，保姆带孩子，我看着保姆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哎，亲家，咱哪有钱啊？那就一个话了，如果说可以，从一进院我就开始忍你。要不是蓝青，老公，我想吃个毛。你吃垃圾食品，你的身体怎么恢复呀？得先给我。蓝青吃的那保姆都吃了，这保姆怎么能吃？你现在在背后，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些什么吗？不可以，我跟你讲。Round two， 我能说什么？妈，电话响了。去快快快接电话，看谁打电话来了，快快去去。嗯，对，产妇活动，蓝青的情况可以参加，不用家属陪同，让他自己过来吧。搞定了，搞定了。Round three， 我妈这个人啊，最信科学了，这是我新鲜出炉研究，重点是讲坐月子期间上网冲浪。有助于产妇身心健康，并且不会导致眼瞎。你呀，做成新闻版上的版面，拿我给你妈看。这罗伊斯教授啊，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最有名的妇科大夫了，所以他说能吃冰淇淋，就肯定能吃。要是能够再来一口冰可乐，就最好了。那你就吃一口。